一下香炉，今天是我就是受洗的好日子。小时候在我刚生出来的时候啊，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容许再养第三个小孩。听我妈妈说，我曾经有一次要被送给一个老师来领养。其实我在家庭常常就是会觉得姐姐啊、爸爸啊对我是有一些就是歧视还是排挤啊。怎么讲？就是因为家里一些关系，让我自己就是觉得说，人群是没有办法让我接触的。之前因为有接到就是玉芳的电话，然后他很热情的来邀约我进来约书亚这个小组，然后起初是不想，就是有点不想，不太想参加。可是自从进来约书亚小组之后啊，我发现就是里面的弟兄姐妹啊，就好像是就是耶稣的化身一样，就是对待新朋友都很就是很热情啊，就是很热情，很活泼，让我觉得说，我来这个小组之后，我发现就是原本那种闷闷不乐就是冰冷的心啊，一进来我就觉得都被他们就是被他们的热情，被那种热情的心啊给就是被敞开了。之前的就是还没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，其实我在家庭让我觉得我有一点被受到就是排挤的感觉，那自己都会关在房间里面哭，就哭得很大声啊，然后发泄自己的情绪。可是就在昨天啊，我姐姐也是一样，就是用那种口气跟我讲话，可是我发现我经常不会哭耶，就是心好像被包住一样，就是好像神来安慰我，然后把我那个比较负面的情绪啊，把它带走，就是把我的负担全部都交托给上帝。就真的，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主，很感谢阿爸天父。其实心情很兴奋，就是很期待赶快受洗的那种。我很喜欢那种，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那种氛围啊。然后我希望我受洗之后，可以跟大家成为一个家庭，然后每天都很开心啊，就是活在神的爱里。对，这样。